在这里，有人发出求救信号哎！快快快快，出发！小普林变变变之动物王国，鼻子里的租客。小普林，小普林，鱼干先生，我在这里。小布林，这干什么？鱼缸先生，这是我做的房子哎。小房子，小房子，小房子。小布林，你做的小房子真有趣，就是好像有点小哎。嗯？哎呀，谁在敲门？小布林，是求救机器人，好像是大象在求救。小普林，有个家伙把我的鼻子当成了房子，可是我不想让他住在鼻子里，你能帮我赶走他吗？没问题，我马上就来帮助你。浴缸先生，我们快去帮助好朋友大象吧。好的，变身浴缸飞机，目标好朋友大象。出来，你给我出来。小布林，大象好像很难过哎。大象，好久不见，是谁住进了你的鼻子里呢？小布林，我想住在我的鼻子里的是一只老鼠。老鼠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老鼠吗？吱吱吱，你好小布林。你好老鼠先生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每天都看你的小普林动物王国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有看哦。哼，至于我嘛，你去问浴缸先生吧。我先回家了，有空来玩呀。拜拜。太可恶了，明明是我的鼻子，怎么成了你的家？大象别着急，我想办法让老鼠搬家。小普林，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老鼠吧。老鼠英文名叫 mouse。M-O-U-S-E mouse， 老鼠 mouse。 老鼠呢，是现存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，曾经跟恐龙同一个时代。老鼠的适应能力很强，几乎什么都吃。老鼠在什么地方都能住，最喜欢下水道啦、洞穴等隐秘的地方，几乎无处不在。老鼠运动全能，擅长攀爬、游泳、跳高，是个聪明又灵活的动物。介绍完毕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老鼠吗？酷哎！大象，快抬起鼻子。鱼缸先生，麻烦变成迷你模式，让我们去鼻子里找老鼠。好的，变身迷你鱼缸。老鼠先生，找到你啦！嗨，小普林。虽然我很喜欢你，但是这是大象的鼻子，所以请你离开这里吧。No no， 我不走哎！吱吱，我就在这里安家了耶！吱，住！哇哦！看来老鼠真的要在这里安家了。大象，我已经装修好了啦。我要把你卷起来。老鼠，你别跑！太棒了耶！房子变成了旋转城堡。哇，太好玩了！叽叽。我要用水把你冲出来。哎呀，有水了耶，我们可以玩冲浪了。冲浪，气死我了。小普林，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客厅，我把他们都带过来一起住了。这是我爸爸，我爷爷，我爷爷的爷爷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。老鼠的祖先也住在洞穴里呀。
那是，我和我的祖先都喜欢又长又弯曲的通道。哎，喜欢通道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赶走老鼠了。小布林森林建筑队开工。鱼缸先生，你去砍竹子，大象负责搬运竹子，我来拼接竹子。小布林，到底在做什么？搞定。啊，什么事这么吵？啊，哦，完美的房子。哇哦，小布林用竹子拼接了一个豪华的管道房子。哎，这只太棒了耶。大象，我又要搬家了，谢谢小布林，这管道房子太完美了耶。谢谢你大象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还是别回来了。老鼠，你听。